新闻先生先来关心家己关的消息。为了加速推动台湾无人机产业的发展，12月9日由家己县政府邀请交通部、科技部、甲经济部与会指导，甲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、国立湖北科技大学、经济部无人载具科技创新实验计划办公室、台湾经济研究院联合办理《台湾无人机产业化国际化发展路径连接家己看见世界》研讨会。国内外无人机厂商共同舞会，自法规应用推动策略甲未来愿景，探讨加速台湾无人机产业化的发展要素。该馆长汪昌良表示，期待该馆推动的无人机产业未来将成为最亮眼的产业，也是世界看到家己最重要的产业。该县政府已经多次举办无人机相关的研讨会，透过甲产官学合作宣示该县将在无人机产业发展上扮演重要的角色。今日邀请土耳其以及法国代表到现场，未来将持续推动跨国的合作。目前台体大已经有八间无人机业者来进驻，由湖北科技大学统筹运作，未来将会是无人机以及智慧制造的重要基地。特别召开无人机的研讨会，那我们嘉义县政府已经召开了好几次的无人机研讨会，那我们不断的跟产官学不断的合作宣示，那就是嘉义县未来在无人机的发展上要扮演一个重要的一个角色。所以今天包括连土耳其跟法国的代表，那都来到现场，那未来我们会做跨国的一个合作。那现在我们的台体大已经有将近8家的业者那进驻到台体大都是无人机的业者，还有我们辅科大在整个统筹所有的这个地方的整个的运作，所以未来的无人机还有智慧制造将会是一个重要的基地。那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产官学的合作，我们希望那嘉义在无人机产业未来可以变成是最亮眼的产业，也是世界看到嘉义最重要的产业。嘉义在蔡英文总统亲自到嘉义民雄这个航太园区，总共54公顷这个地方来拍板，来正式宣布要设立航太这个产业园区，我想对嘉义来讲是很大的肯定跟鼓舞，尤其是无人机这个产业是一个比较科技先进性的一个产业，那未来我们是希望相关的部位能够一起来共享盛举，特别像台体大现在很多的厂商都已经设立，那我们未来研讨会当中，透过法国新创企业培育甲土耳其无人机发展经验的分享甲交流，开拓连接国际合作的机会，期待建立台湾无人机产业国际发展路径之余，连进一步结合产学研甲国际资源落地嘉义，作为打造区域创新生态系，以发展嘉义无人机产业聚落，落实成为亚洲无人机的研发中心。谢谢新闻蔡文东，台湾采访报道。山明将带你看阿里山的日出，沿途历经的18公路，牵起的手机他不在乎，抬头若只有远观下付出，若你山崖和我走过山林步道，你会意想不到风头紧在围绕，上扬嘴角微笑气氛微妙，双眉鸟叫此刻配合的巧妙，天然手指穿越云海的轨迹，搭配高山茶的尾韵，愿意向身不助力配着你，看你喜欢阿里山的 coffee tea on me yeah yeah， 走进了台湾的美，享受片刻凝聚在绝望的脸，1、2、3到台湾，台湾有个阿里山，水土湾都中转，美不胜收的习惯 yeah， 下来要喝咖啡吗？从南到北走遍全地图，现在开始倒数，山水景色走圈圈，记住和你一起魔术，去拼命喊你喊
命。